这是谁啊？海灵顿吗？比利海灵顿吗？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潘多拉啊，我们潘多拉呢，今天这一集应该没意外，就可以把它做个了结了。那做个了结之后呢，老头可能会把神话模组再把它装回来吧。装回来的话呢，啊，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之前啊再续前缘啊，之前没有办法完成的东西啊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潘多拉模组。怎么感觉这个周围变得不太一样啊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可是潘朵拉已经好久没更新了说，潘朵拉最后一次更新是11月6号、哦、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月了，一个月又多两天啊，今天是8号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连动都没动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啊，对啦，我突然想到了，潘朵拉的作者他不做了啦，看，突然想到，他转了啦，他要把这个模组售出啊，不知道谁要收购啦。啊，总而言之呢，在他还没有更新之前，我是不会再把它装回来的，好不好？还有呢，今天除了去外面探索之外呢，我们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们待会呢要去看一下普罗米啊。普罗米这次更新了，多了一只新的界限突破的生物啊，我就暂且不说是什么了。哦，其实呢，就算我不说，你们应该也知道是什么了啦，好不好？自己去猜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废话不多说哈，我们今天一样，骑着我们来一只啊，我们这一只老鹰啊，不要，我们上次骑那个老鹰，不小心该怎么讲？老鹰它的俯冲有伤害啊，有时候你在抓其他生物的时候，尤其是那种普罗米的恐龙，都很恐怖，有没有？你那个俯冲伤害，只要一摸到它，基本上潘多拉的恐龙反咬一下你就 GG 了、哦、所以说我们还是不要用我们的这个是什么东西施救兽好了，我们再召唤一只阿根廷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啊，我们穷奇身上有没有新的老鹰可以来用啊？好，我们看一下、哦、新的穷奇，是这个吧？对啦，应该是这一个啦，这应该是穷奇啊，没有错 ，OK 的。好，哦，方块怎么那么多啊？自己都有点吓到了，都不知道自己方块打这么多、欸，哎，有点夸张到。来吧，我们召唤一只新的阿根廷，啊，出来了。就算你有杀了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，我不知道我拍这个潘朵拉。死了几只阿根廷，我都不知道啦，笑死！阿根廷永远杀不完的这样子，超好笑的。好啦，那我们稍微待会再把镜头拉回来吧。啊，各位兄弟们啊，听到这个 BOSS 级的声音啊，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吧？啊，刚刚老头看到了也是吓傻了，居然出现在这个沙漠当中啊！不过他跑去哪里了？嗯，那也不 OK 啊 ，BGM 就这样消失了。哦，看见了没有？泰克地狱蠕虫，这是那个焦土大陆才会出现的沙虫啊。结果没想到，居然在这边会有一只 BOSS 级啊，他会突然攻击我，我还蛮怕的。Hello， 哇哦，欧妈妈出现啦！他貌似好像不会攻击人哦，会吗？他会攻击吗？不会耶。但是我觉得他不会攻击，但是周围的敌人会攻击啊。我先把周围敌人咬死好了，免除后患。免除后患。你看这种一般的蠕虫就比他们小只多了，这个地狱蠕虫超大只的、啊，太夸张了。希望不要被波及。我先把这些蝎子啊、古马路全部都杀一杀好了。哇，他怎么攻击？他是攻击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没咬你？不要啊，大哥！哎呦，紧走哦！蹲蹲蹲蹲蹲！你妈的，不管了，暴走啊！啊，不能驯服。不会驯服，完了，我要死了。哦呦，我攻击居然没伤害、欸，那这到底要怎么驯服啊？
欸，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，根本喂不了啊！这只地狱蠕虫，那我知道强训你了，有了有了，以驯服啊！我是地狱蠕虫王啊！又建什么功能？没有啊！哇，我已经附身合体了，你看我在下面，我那颗头露出来了。C 键没功能，哇哇下雨了，寂寞的大只要死我，吓死人哦！好啦，其实也没什么，欸，它没什么功能，欸，左键跟右键，右键好像是抓，但是也是一般伤害啦，只是攻击形态不同而已啊。C 键没有功能，好不好？咱们的地狱蠕虫，哦，站在上面给你看一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哦妈妈呢？哦妈妈，拍一张照片做个纪念。Oh my god， 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天啊！这个泰坦巨龙居然身上有一座城堡，欸，我可以住在里面吗？下面还伴随着一只小泰坦巨龙。Oh my, oh my, oh m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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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y god！ 泰坦 boss， 我那一靠近还有 BGM 是怎样啊？他应该不会攻击我吧？我觉得我应该直接驯服他，那等我 BGM 就饱了，啊。哦，听起来好和谐哦！不要踩我，哦，有驯服了。哇，我有一座大城堡，可以去里面看吗？这个城堡进不进得去啊？哎，结果这个根本踏不上去，这根本只是给一个图片而已啊！这是谁啊？海灵顿吗？比利海灵顿吗？上不去啊，他被挡住了。侧面呢？别笑响了，你上不去的啊，哦，这个是只能看而已。你看那感觉像中国风，你看嘛，连那个猴子都出现了，猴子石像，金刚石像。你看那周围还有那个鸟在飞啊，那个鸟超级假的，有没有？哦，右键跟左键，我们可以去踩这个小泰坦吗？还是不要那么轻易的去踩它好了。等一下它的反击把我的鸟给打死，很麻烦的。C 键有什么功能 ？C 键没有功能。左键是前踏，右键是后踏。看来这只也是拿来装逼用的，啊，是吧？啊，哦。可以听 BGM 装逼用的。好了，不要跟着我，请你不要跟着我，谢谢。可以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啊，好吧，我们就远远看着他装逼啊，我们看一下他的头。呵呵，好笑哦。哎，欸，哎，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可以问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吗？我一来的时候就一座佛像在这边，周遭开始起了变化。What the hell？ 要爆炸是不是？这怎样啊？连地狱老虎都出现了，这没问题吗？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哎呦呀！好吵哦！好吵哦！我要驯服你。哎，这也太吵了吧！哎，他根本没有实体，他是虚的。不要再念佛经了，这边吧。
哎呀，不能驯服哎！强训你。哇！我强训他就不见了，那什么鬼东西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强训他就消失了、欸，看见鬼了！我真的是见鬼了、欸！好啦，各位兄弟们、啊、我们最后的最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开始展示普罗米修斯啊，这一次更新的新的界限突破的那个物种哈、啊。那这个物种呢，必须要透过打败哈尔比尔啊，这个是哈尔比尔嘛，对，没有错，必须透过打败他获得的一个新的方块，召唤他出来，才有办法执行界限突破。好不好？那一样呢？照惯例，这只哈尔比尔只能被穷奇做伤害啊，所以说我们要开我们的穷奇呢，那、啊、来伤害他，让他进到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之后，把他杀死，取得方块。哦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最新的改版的资讯。哦，我们这个最新改版的界限突破哈、哦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？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哦。居然血这么多，完蛋了，我就有点打不赢。赶快趁现在点一下攻击力。啊，我忘记把身上的东西丢掉，先丢掉好了，不然等一下掉什么不知道。先丢掉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，点个10万，来不及点10万了，他出现了。哦，他出现了，还飞这么久、哦，你到底要不要变身？啊，变身了，杀了你，哈尔比尔。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赢了，好，结束了，就这样清洁溜溜。方块呢？嗯？方块呢？包包呢 ？Hello？ 哦，是这个是不是？这是我刚丢的吧？不是吧？这我刚丢的，哎、欸、啊，没有包包啊，没有方块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方块去哪里了？没有方块，我要怎么做啊？哎，会不会我们打太快了、啊？会不会是我们打太快了？是不是？还是在你身上？不可能啊！你只有心脏而已啊！等一下，我不信，我再去看一次。林北，各位看几摆？它上面写说新增普罗米啊，什么可以界限突破，杀死普罗米哈尔比尔可以获得。对啊，啊你不是哈尔比尔，不然你是谁？你不是哈尔比尔，你是谁？那、啊、没东西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没有东西，我要拍什么东西？哎大哥 ，Hello， 没有东西哎、欸。抱歉，对啊，空空如也，我是要拍什么、啊？还是我们沙漠那边的哈尔比尔？顺便看一下，我们去沙漠那边。啊，看到在这里，杀掉他，让你马上飞天。哦、啊，飞天了，打电视看看啦、啊，看这次会不会给啊？再不给我也没办法啦，真的再不给我也没办法了。来吧，这只貌似是旧版本的，旧版的，它只有掉丽莎的方块而已啊。旧版本只会掉丽莎方块啊。怎么办？你掉丽莎方块没用啊，还是我们再用指令召唤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上网去弄一下指令，直接现场召一只哈尔比尔出来好了。
这也太奇怪了吧？怎么会没有？来来来，快点！这边就一只了，攻击！好，赶快飞吧你！我要用力飞，不管有多远。啊，还帮他配音有没有？再不行啊，我觉得今天就差不多要结束了，因为内容差不多就这样，也没多余的内容了。一样啊，一样的东西啊。啊，有了有了，出现了出现了，果然是运气问题啊，不一定会掉就对了。在哪里？哎，方块嘞？我来看一下方块在哪。这个吗？不是。哎，方块去哪里啊？啊，不在我身上，在他身上了，这边啦。Shadow Spider S， 好不好？我们把他带回家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功成身退了。啊，穷奇有一个很恼人的点，就是太大只下来有点困难。来，我们先回家吧。哦，出现了。溜，麦克下雨啊啦，气候不佳，什么声音啊？噔噔噔噔，不管了，快点，天气晴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要等到天气晴朗我才要召唤，不然麻烦死了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、喔、这个新的方块到底长什么样子啊、喔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啊、靠北没有拿啦，对不起，哥，现在就把他领过来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低头忏悔是不是？落地啊，好落地了。想说一个落地有这么困难吗？我不是要上去，来给我。其余的都免谈。好，我们直接在这里召唤算了。新的模组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来吧，通通都给我来吧！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哎呀，啊，这只不就是之前的暗影蜘蛛吗？啊，不过呢，它可能后面多一个 S， 代表是它可以界限突破了，旧版的不行啊。加一个 S 来做区别，这样子啊，有没有？那他需要的话，应该是普罗米蜘蛛胺嘛。我们的工作台不知道有没有啊？啊，我们做一个胺给他。嗯，他有跟来吗？好像没有。啊，咱们做一个胺啊，给他拉进化一下。啊，相对的，他也会想要这些，他也会需要这些东西吧？都来几个？一二三四。五六六个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安，哎，啊、为什么笨就安？哎，啊，我刚刚是因为死掉的关系，所以说蓝图全部不见了，真的是很麻烦哎、欸，死掉之后蓝图全部不见。哦，这是游戏的 bug 啊，这个目前遇到的这个 bug 的状况是有点麻烦了、啊，我只好使用指令把它全部叫出来了。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好，有了。安啊、，SP 这个 ，VMO U 啊，然后这是旧版的方块，这旧版应该不能界限突破啊，因为它没有一个 S。Shadow Spider 差一个数字，差那个英文字差很多啊，来吧，贝陀鸟。来，哎呦，刚怎么突然按了一下，吓死人了！蜘蛛的按哪里 ？SP， 好，拿去 ，Uni， 赞哦！来，全部丢进去，丢丢丢
哎，丢，我再丢，我再丢，差一个 sky。哎，为什么？哦，在这里吓我一跳，吓死人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核心，去吧。哎，你不要这时候给我卡呢，好不好？进化吧，感受到大地的力量，来吧，宝贝，快点感受大地的力量啊！快点啊！啊，快好了，这个声音，可以把它拿下来吗？可以耶，噔噔。Oh my gosh！ 噔，他家应该会变超大只的，应该会比穷奇还要大只哦。我觉得应该会。呜，还是一样很恶心啊！你只是体型变大而已啊，要许哦。你只是体型变大而已，哎，眼睛变大，然后上面多了三个锐角。啊，屁股也变大了，颜色啊变了七彩霓虹灯，好吧，啊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太大只上不去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再把安放回去，他已经界限突破了 ，SP， 啊，他不需要安了，他的血量已经很惊人了，移动速度 ，OK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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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键。哎呦！哦，这个攻击速度很快哦。破坏喷射死光，到底有没有喷到啊？哦，那是我们的龙，难怪喷不死。啊，有啦，200滴啊，是吗？为什么他们会受伤？啊，那是炮台啊！这炮台是在射我还是？在射那个龙，哦，原来他们在打野外怪啊！哎，这次我没有抓过，哎，干笑死，他们都打不死，加油，你们继续打手枪啊！帮忙打看看打不打得赢，屁嘞，根本戳不到，好不好？根本抽不到，算了，我们就看其他的。到这里，哈哈，刷一下不见，好，不消失了，右键，根本碰不到啊。西键的伤害还比较打得到嘞，右键的伤害不好抓啦，因为它是直接往脚底下喷，哦，攻击下方的敌人用的，哦，我错了，连下方都咬不到。哦，这就是咱们的界限突破的蜘蛛。哦，个人觉得，我觉得不行啦。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，那就可以吧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这个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到这里了哈。那如火如荼的就这样结束了。啊，基本上呢，潘朵拉也没什么可以拍了，所以说我会把它拔掉哈。各位也不要觉得不舍，因为呢，有失去才会拥有，好不好？因为太多模组装在一起的话，很容易起冲突，所以说大部分这种模组大概装两三个就已经是极限了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这些东西失去了，你会获得更好的，就跟爱情一样，没有啦，随便讲的，不要理我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方舟再见啦，拜拜。